没有。今年的冠军还是。今年是马来西亚榴莲界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，World Durian Championship。好，那么我这一次过来呢，是受邀来当一个小小的评委啦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榴莲有什么惊喜吧，走吧。我要来抽签看啊，看等下我要评哪一个榴莲。好的。好。干杯。OK。最好。所以今天我就选当土种榴莲的评委了。榴莲。今天比赛一共分成四个类别，分别有猫砂王、黑刺、民种跟干蹦榴莲。那么我今天就是干蹦榴莲的评审啦，很可能会杀出一只黑马啦，我们不知道啦。他们说第一个一定是比较幸运的啦。奶香味很重啊，甜带有一点酒味啊，还好中规中矩，没有惊艳到我。这个第二个参赛者就不错了，从它的果形啊，全部东西啊都看起来还蛮标准的。它的肉你看，蛮鲜的。这个不熟，味道没有很浓。这个虽然它外表很不错，可是它的味道就很比较偏淡一点，清甜。第三个颜色有惊艳到我了，可能比较偏淡的是吧？对。哎，不错啊，这个颜色。哦，不能干。不熟，它拿起来它重身啊，其实就不熟了。你看它的外形跟它拿起来的重量，如果它感觉很轻啊，是很好吃。这个拿起来重就不熟了，还没有熟了，这主要是它还没有熟。给你啊，这个绝对翻车，这个太久了。吃到第九个有点饱了，还没有吃到我想吃的港风。哇，玩的知道了。哇，那慢慢讲五味啊，从第一吃到第十的这个，它的口感比较浓郁啊，有一点酒味，有点苦味。我们十个品种都试完了啦，那么我们来期待一下成绩了啊。全部评审走完了，就留下我一个人在那边找好吃的榴莲了。看样子这个应该是第24啊，苏丹王。这个还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小品种，是姐姐他们种的。好像沙包啊，酒味很香，然后会带麻，甜度没有这么高。注册号码了没有？注册了。啊，1 2 3，啊，1 2 3啊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中暑王。有威尔浓哦，这粒果啊，如果没有翻车的话，应该可以拿前第二名的。谢谢，这个是我选的干蹦榴莲冠军啊。干蹦榴莲的冠军，应该是那个第10号。第十号了，第10号。两个人，猫砂王的冠军。现在是在选王中王了，就是要从四个冠军当中呢选出一个冠军。今年的冠军还是猫砂王了。果然今年的王中王还是属于猫砂王了。那么你们来了马来西亚过后就知道吃什么榴莲了，马来西亚不累不累。